Hello， 大家好，我是部长。哇，最近呢，好莱坞吹起了一股女力风啊，千万不要小看女性英雄啊。女性英雄呢，拥有的力量以及母性光辉的绽放呢，甚至会发挥出男性英雄无法达成的影响力啊。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要来分享一些经典的女力代表。提醒一下，以下的名单啊，并没有高低之分，就是列出我自己喜欢的这个经典女性英雄。如果你心中呢，的女性英雄没有在影片中呢，不用担心，就赶紧呢在留言区补充，让大家呢都知道你喜欢的女性英雄吧。就让我们开始吧。莉亚公主 Princess Leia， 星际大战，由加利费雪饰演，星际大战的三主角之一啊，身上流着绝地武士的血液，带领着星际对抗帝国军，迈向和平的反抗军领袖。之后呢，也是继续担任带领抵抗势力对抗第一军团的将军，也是大家心目中永远都无法忘记的星际大战公主。不幸呢，在2016年过世啊，不过莉亚公主的形象将会永远常住在我们心中。爱丽丝 Alice， 恶灵古堡，米拉乔瓦维奇饰演，电影《恶灵古堡》系列的经典僵尸女杀手啊，总共拍了六部作品，成为最后人性的守护者。如果有杀僵尸的需求，我想爱丽丝绝对是我心中的不二人选。雷普利 Ellen Ripley， 异形，在异形系列第一集中唯一生存下来，并且在第二集起身对抗异形皇后的经典女英雄。经典名言 Get away from her you bitch，大概是电影史上对外星怪物说的最帅气的金句了。而且如果真的要说，雷普利可能也是某种形式的钢铁人呢，或者呢是在好莱坞史上前几个操作 MS 的先驱。莎拉康纳 Sarah Connor， 魔鬼终结者，为了拯救他的次元，避免人类呢被天网制造的机器人毁灭世界，为母则强，拿起枪成为对抗机器人的超强女战士，保护未来拯救世界的关键人物，也就是他的儿子约翰康纳，避免审判日的发生。沙伦娜 Selina， 决战异世界，凯特贝琴萨，吸血鬼对抗狼人是在西方文化中非常经典的对决。而如果想到吸血鬼狩猎者的女性角色，凯特贝琴萨所饰演的沙伦娜在月光下大杀特杀，真的是堪称经典。翠尼蒂 Trinity， 骇客任务，凯莉安摩斯饰演，墨菲斯身边武力高强的女英雄，戴着太阳眼镜，面无表情，杀遍天下的形象让影迷印象深刻，不断的想办法将人类从 Matrix 中拯救出来，不只是武力高强，还是一名厉害的骇客，在骇客任务系列中是一名不可或缺的角色。新娘 The Bride， 追杀比尔，由乌玛舒曼饰演，当自己的老公在举办婚礼时被杀，乌玛舒曼为了复仇拿起了日本刀，化身成为超强杀手，杀杀杀出一条血路啊！千万不要惹这个新娘啊，因为这位新娘呢准备要送客咯。罗拉 Lara Croft， 古墓奇兵，安杰丽娜裘丽饰演，安杰丽娜裘丽呢完美的将电玩游戏古墓奇兵的罗拉带到大荧幕上，根本就是为她而生的角色耶。虽然不管是电玩或者电影都已经重启，也找来了新生代女星艾莉西亚·维坎德来饰演，但很多影迷呢都还是很怀念经典的裘丽·罗拉，超杀女 Hit Girl。 特工联盟克洛伊·摩雷兹饰演，在特工联盟之中登场，一登场就瞬间用她杀人不眨眼的凶狠抢走了所有人的目光，都忘记主角是屌爆侠了。饰演超杀女的克洛伊·摩雷兹呢，也是靠了这个角色在好莱坞闯出了名号。 X23 罗根达芙妮金饰演，金刚狼的复制人达芙妮金呢饰演的这个 X23 呢，与超杀女一样啊，以为萌萌的小女孩居然杀人手法利落，成功继承了她父亲金刚狼的基因。当在电影中呢与金刚狼一起用钢爪杀出了一条血路的画面呢，真的是让影迷们非常感动。神力女超人 Wonder Woman 盖尔加朵饰演，神力女超人这个角色呢本身就是一个经典女性英雄的代表了，而在2017年席卷全球，让好莱坞再度相信女生也是可以主演一部卖座英雄电影的神力女超人。盖尔加朵可以说是向世人证明女性英雄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近乎完美的呈现了力与美。盖尔加朵所饰演的神力女超人势必会成为经典。当然我们也是需要提一下，由琳达·卡特所饰演的神力女超人电视剧也是非常的经典。纳乌西卡风之谷，风之谷的族长基尔的女儿纳乌西卡
喜爱大自然，勇敢及聪明，关爱身边的人们、虫子、花草的生命，最后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化解人之间以及大自然其他生物之间的冲突。早期的女英雄呢，不得不提纳乌西卡。而最近的电玩作品《地平线：期待黎明》中的亚罗伊，也是拥有与纳乌西卡类似的性格。惊奇队长 Captain Marvel 布利拉森饰演。而在下礼拜三即将要上映的《惊奇队长》呢，为漫威电影宇宙系列的第21部作品呢，也是《终局之战》前的最后一部漫威电影。惊奇队长呢，卡罗丹佛斯是最终成为保护地球免于宇宙威胁的超级英雄了。尼克局长呢，最后用 BB 扣呼叫的呢，也就是惊奇队长。在这么危急的状态下呢，才呼叫的惊奇队长，想必呢就是尼克福瑞最后保留的最终王牌。他会怎么样逆转这个战局呢？惊奇队长在漫画历史上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女性英雄代表。那下礼拜呢，就看他怎么样拯救世界吧。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整理的一些经典女性英雄角色。当然呢，因为时间的因素，无法将所有的列出来啊。一定还有很多很多的角色呢，没有在这个影片之中提出哦。那有哪些是我没有提到的呢？欢迎在底下的留言区去做补充哦。那感谢各位收看这次的影片，喜欢的话呢，就帮我按个赞跟追踪这个页面哦。好啦，那祝大家连假快乐，出游平安，顺利找到停车位。好啦，那我是部长，不久 out。